但是我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校队的队长，然后我们都很重视那次大专杯，然后我们都练习很辛苦，然后到复赛的，复赛是礼拜一，然后前一天练习，我踩到学妹的脚大扭，然后我很伤心，因为是我最后一年的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又很关键。可是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连续五天比赛，我看到我的队友就是非常努力，他们会说是连我的份一起尽力去打那个大专杯。团队的那种凝聚力跟精神是一个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这支球队他的感情越好，他其实他可以就是达到的成绩可以表现出来的就可以更好。在打篮球的过程里会让我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这个世界吧。比如说像是练球的时候很辛苦，然后你就是会了解到就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对话，去鼓励自己，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到的话，你后面的后悔会是什么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什么叫做团队的鼓舞，比如说你觉得你要不行的时候，听到别人帮你打气，其实真的会有差别。信心哦，在男子的部分呢，是有一所大学要做这次改变。从之前来讲，其实我们一直知道广博所说的，在今年的国光杯，郭嘉文的跳投，朋友们让我们欢迎。爱打球，也喜欢在观众席上拼尽全力帮球员加油，沉醉于每个呐喊与嘶吼的瞬间。从国中的事开始，我就发现女篮很好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去看球，是看 WSBO 就是最高层级的比赛，然后都没有人，我记得我们就是好像五个人一起去吧，然后我们都不敢讲话，因为现场实在太安静，就只有球员运球的声音，还有他们自己加油的声音跟裁判的哨声，就这样而已，就没有观众，观众少到你自己觉得鼓掌都很奇怪。同样认真的球员，迎接他们的却只剩下空荡荡的体育馆，这是国内女性运动员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些球员他们 HBO 的时候，哇，全场都是人在欢呼，然后到了UBA 到大学到最高层级，反而越来越少人，那心情一定是很心酸，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我打这个球除了打球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吗？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设身处地去想，真的替他们很心疼。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我是张雨晨。今天我们棚内呢非常的热闹，我们邀请到三位非常年轻的女力哦，三位呢就是为了要帮我们台湾的女篮来发声。我们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志的三位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创办人。第一位是我们的 Gina， 大家好，我是 Gina。第二位绿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绿地。第三位是我们的 Zoe，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Zoe。哇，真的非常热闹哦。我们首先呢，现在进行的是快问快答。好，就由你来讲。好，第一题，最喜欢的运动员钱维娟。钱维娟，女篮比赛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团队合作。为什么叫 Double Pump？ Double Pump 就是拉杆的意思。我们希望跟大家说，女篮也是很厉害的，很好看的。为什么要创业？我们看到女篮的现况，我们想要改变。创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资源不足、时间不足、睡眠不足。未来的计划又是什么？我们想要成为台湾的 ESPNW。是哇，这个有愿景哦。哦，那为什么想要翻转女篮在台湾的地位？赛事很精彩，就是我们不缺精彩的赛事，然后我们的球员其实他们天分也都是很好，能力也都是很好，然后我们在可能国际赛事上面的表现其实也都是很突出，但是可能回到国内的话，就是受到的关注度就没有跟这些比如说成绩啊、能力啊成正比这样子。那我再问一下，像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办像这个女篮志，它而且你不是要以这个普罗大众为主的，
反而是偏重于女性，来成立了一个女子篮球制。这部分的话是当初是谁发想？是创哦，是您发想的。当初我就是在卡少研究所的时候争取到社群媒体的实习，然后那时候也是在管理这个女子篮球的粉丝页。是。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如果针对这个专项来进行报道，大家可以更了解、更深入。嗯。所以那时候想说，哎，这个很有趣，然后这样做也可以帮助台湾女篮，所以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是跟肉姨嘛？哎，不是，跟绿地一起来共同创办了这本杂志。那目前里面杂志在报道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我们报道的内容就是，国内的话就各个层级的女篮都有报道，从国中、高中、大学到职业赛，啊，甚至国际赛，我们也会出国去采访。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国外值得分享的新闻，我们也会翻译或者是综合报道来让大家认识。那我也很好奇，其实你们三位当初都是学篮球的，对不对？打篮球的。对，打篮球，一般人，对，一般是不能说是体育组，都不是体育组，不是，就是很纯粹的粉丝。我们打的算是就是一般生的组别。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是篮球队女篮队的粉丝，然后想要去帮他们留下一些记录，所以你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哇，非常不简单哦。那你怎么看现在目前台湾的地区哦？哎，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台湾，是全球好像对女篮都不是很重视。你们怎么去看这一块？我们先请这个 Gina 先跟我们讲好了，好不好？我们觉得就像刚刚绿地说的，女篮的赛事我们不缺的是我们不缺精彩的赛事，我们缺的是行销，去包装，去宣传，去让大家更认识。因为你要需要去认识，你要需要让他这个舞台发光，人家才会看得到他的表现，进而才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其实在美国，虽然 WNBA 不比 NBA 就是排行，对对，但是他们在 WNBA 的投入上面，其实就是算是世界上，应该算是第一名了。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周边的国家，日韩啊，在女篮的投入上都比我们还多。是，那绿地嘞，你怎么看？其实你们女篮对他们付出也是相对的时间在训练啊，对不对？他们流的汗没有比男篮少。所以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台湾这个部分的话少了哪一块？你自己有远见吗？其实就是其实比如说像去年2017年的世大运，就是其实从世大运之后，就是整个女篮就是带起一波新的热潮。是，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曝光，其实大家去认识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比如说关注他们或是进场。其实就是只要有更多的曝光、更多的转播，让大家去看见，让他们有机会被大家看见，那自然就会吸引到喜爱他们的球迷进场。是是是，那你呢？你的看法又是什么？你刚刚提到的，跟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觉得你有看到什么吗？为什么女篮队一直都没有人支持？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女孩子吗？其实有点像一开始快问快答的时候，君娜回答说，女篮好看的地方就是团队合作。那跟男篮可能会有灌篮或者很多的那种肢体的贺组不太一样。对，那它精彩的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就像刚刚君娜跟绿地讲的，其实女篮缺少的就是被看见的机会。只要有机会被看见，像是世大运那个时候，大家看见也会觉得哇，女篮好精彩，然后好拼这样子。是是是，但我们很看到女篮队基本上也不会像是像摔跤一样，我们就是拉头发什么的，大家都还是用运动精神来打球嘛。同样的一个规则，但是竟然没有人要看，好奇怪哈，对不对？你们觉得很可惜？对，我们觉得他们就是很努力。像我们的宗旨就是 making women visible， 就是让女生被看见。是，所以我们希望创造的舞台就是，我们希望创造这个社群平台是让他们能够，因为你在主流媒体你很少。你很难看到他们的报道，很难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现在还是吗？现在可能相对好一些，可是比较少，就是专属于女生的运动媒体平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女性运动员，不管是篮球的或是各个项目的也好，让他们被大家看到。是。那你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取 Double Pump 这个拉杆的这个名字？因为拉杆队，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拉杆是很困难的动作，可能是男生才会做的动作，但其实在很多比赛中或者是一般女生她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希望去翻转就是女生篮球不好看的这种刻板印象，所以特别配了一个
Double Pump 这个名字。是是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你们之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没有你们想要采访，可是没有记者证，对不对？嗯。当你们第一份记者证下来的时候，你们采访的第一个行程是佛光杯，可以跟我们聊聊，谁可以跟我们聊聊那一段经验呢？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2014年的时候成立，然后那时候三月，我记得是三月的时候成立，然后佛光杯那时候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打，哦，所以就是其实离我们成立才不过几个月而已。但那时候就是有收到那个三号体协的慧芝法师，他就是私讯到我们的粉丝页，然后就是他有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邀请我们到佛光杯去采访，就是以媒体的身份去采访。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就是都就是觉得又惊又喜，这样就是原来真的就是做这些事情真的有人会看到，然后就是然后第一次以正式的媒体的身份，然后受邀去采访一个就是也是蛮大型的一个国际赛事。然后就是对我们就是也觉得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也很感恩，然后现在也是每年的佛光杯就是有点像就有点抱持一种好像回乡的概念，就是要去回馈，然后每年我们就是佛光杯我们都会回去参加这样子。是，其实要办一场篮球赛事不是那么容易耶，它砸下去都好多钱哦。所以看到我们台湾这个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平台起来，然后又有这个赛事去 support 你们这个女篮，所以对你们来说这心理感觉是不同的吧？对，就是觉得很有蛮有成就感的，然后也很感动这样子，就是真的你投入的这些心力是会被人家看见的，然后是会被人家肯定认同的。OK， 好，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三位哦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到底 Double Pump 这个女子篮球制哦，它对我们台湾的体坛或者是对女子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聊。在球场上，我有很多称号，有人叫我女 Iverson， 有人说我是女 Jason Kidd。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我不被性别定义，我不是某个男性球员的复制品，我就是我，一个热爱篮球的灵魂。我是张新可。2016年的 Play Like Girl，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翻转大家对于像个女生这样子的负面观感。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像女生是一种不好的评价呢？这样，那我们觉得其实女生也有女生自己应该就是有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先拍了一支宣传片去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以自己是打篮球的女生为傲啊。然后接着我们就是环岛举办了好几场，就是邀请粉丝们来跟我们一起就是实体这样打球，然后就发现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热爱篮球的女生，而且大家都以自己是打球的女生为傲。许多有天分的球员因为国内球队太少，很难得到专业的训练，被迫离开球场。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后来遇到了 Empower 引爆运动训练，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合办了专属于女生的篮球训练营。那就是不夸张，我们就是才上线可能不到两天吧，它就爆满。那我原本准备好后面的行销，就是变得很像饥饿行销，就是说已经满了，可是我们还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办了这个，这样就有一点好笑。在篮球训练营中，球迷可以近距离和偶像互动，而球员在球迷的鼓励下会说出更多的故事。2018年女子篮球制举办运动女生的活动，
邀请球员分享心路历程，给这些球员一个机会，一个舞台，让他们亲口去向这些球迷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自己对篮球的看法，自己篮球的生涯是怎么样进行到过来到这里的。我们办的这三场运动女生里面，球员来的时候都还带了很多那个讲稿啊，写的密密麻麻的，还有时候还会自己塞梗，就知道说哪里什么时候讲这个可能就是观众会笑这样子，然后就是都会收到很好的成效，就是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只是少了一个机会，一个舞台这样。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志的三位的共同创办人哦，一位是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我们的 Zoe。 我们刚刚看到 VCR 很感动，很多的运动员他对着镜头发声了，他们是谁呢？他们都是女性朋友。那么他们在这个篮坛上也许很寂寞，少了很多的掌声，但是他们的热情还是有人在默默的在背后来支持，就是这三位。来，我们聊一下这个，分享你们采访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们感动的，有没有记忆犹新的？有一次就是在那个 WSBL 的比赛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算台湾篮坛里面蛮有名的中锋，叫蔡佩珍。蔡佩珍，然后他那一场比赛平常就已经很厉害了，可是他那场比赛又比平常更厉害，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同的事情让他今天特别拼。后来赛后我就去问他，然后他就告诉了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就是过去他在就是练球的过程里，其实是一直他爸爸在支持他，然后爸爸也会就是帮他盯着说，你的篮板在那个排行榜里面可能往下掉了，他就一直很希望女儿可以拿到篮板后，这样都会一直叮咛他。然后结果后来他爸爸就是在那一两年过世了，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要一直记得爸爸的叮咛，就算爸爸不在了，还是要努力把篮板后拿下来。然后也就是那一天，他发现说，他的篮板的排名好像快要被超过了，所以他就赶快再更拼，要多抓一些这样子。哇，他对他来说，他一定很难忘，因为以前爸爸在这样背后这样默默的支持。那还有一次经验，对不对？对，还有一次是就是去年我们有去印度采访亚洲杯，就是那场就是那次亚洲杯是很关键的比赛，因为第一次纽西兰跟澳洲参加，然后我们觉得对于中华队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而且赢了就可以去参加世界杯，所以我们对于那次比赛我们很看重。我觉得球员，我们访问的时候觉得球员他们也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打球，可是就在一个关键的比赛我们输球了，本来我们是领先，后来输掉，然后他们就默默地走进休息室，然后我们看他们都是很落寞这样，我们心中也是就跟着好像跟着你的国家这样起伏，心中也是很很
很难过。对，后来结束之后，就是有一位球员就走到那个媒体席过来，然后我们就站起来，然后他没有说什么，他都一句话也说没说，我们也没说，他就抱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就是印度的那个赛场那边，我们就开始抱起来一起哭。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就跟他们与他们同在，虽然我们不是球员，也不是中华队的一员，但是我们很能感同身受他们的心情。然后他来找我们，也让我们觉得说，他们也是很在乎我们为他们的努力。所以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有感受到他的那个他对我们的安慰，以及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心情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整个融入在这个女篮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你除了来采访我们，你也是我们很坚强的后盾。其实我们常看很多的场上，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在那边飘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一群人是为了去争取那个国旗的曝光率的时候，当我们没办法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你们心里的感觉很激荡吧？就是当国旗没有办法飘扬的时候，就是替他们很不舍，因为就是他们是集训很久，我们从集训开始，或是在集训之前他们参加联赛，我们就跟着他们大概就四年了。就是从我们创办，我们就会去跑他们的比赛，所以我们很能够了解他们其实背后是很辛苦的。然后穿上那个中华队的球衣，背上就是他的那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是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大家可能就是看他输球可能就骂他，赢球就应该的。可是其实他们是很辛苦，所以我们一路上这样看到他们的成长，或者是看到他们的努力，然后在那个异乡看到他们这么难过，对，然后那么努力，就会觉得很心疼。其实你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一般采访来说，对篮球员来说，或者是对艺人来说，其实面对记者，其实多半是有戒心的。但是你们却融入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只有你们懂我。哎，这个很有成就感吧？啊，谁可以我们聊聊？有没有人想说，哎，我可以在篮坛里面可以这样子，可以？觉得应该跟一开始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的身份角色也有关系，因为就不是说是记者的身份去接触，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是以一个粉丝团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也有看到我们就是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采访，那他们也都知道说就是了解我们的心意，对，所以其实就在跟我们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防备心，然后就是比较亲近，然后其实我们也都跟蛮多球员就是都是好朋友，都是像朋友一样，平常私底下也都会就是有联络，像家人，对对对，对不对？但是你们这个，我们回归现实面哦，采访归采访，我们还是要现实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怎么生存。那你平常用什么来当收入呢？我们会贩售一些周边商品，就我们设计的，像一些衣服啦、袜子啊，对，是专为女篮设计的。比如说上面写 Women Basketball Rocks 或 Play Like a Girl， 就是为我们这些我们的粉丝创造一些属于他们的商品，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从周边商品，对。是，所以都是由你们这一群一起去想出来，包含设计啊、开版啊，都是你们吗？对，我们设计可能会委托设计师，但是那些发想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是是。那你们在创业当中，我这一路走来，你说四年嘛，对对不对？四年以来有没有什么样挫折的经验？Gina应该会比较深，因为你是一手带大的。挫折哦，有挫折过吗？有，当然是有。可能是去年世大运的时候吧，因为世大运我们也是跟着他们很久，就是又是跟女篮很久。他们因为大家很重视去年世大运，所以他们已经集训了一年，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一年。可是就在那个最重要的世大运比赛，我们没有申请媒体证，哇，但没有过。对，我们就觉得很难过吧，因为我们就想，因为那是一个最重要的比赛。可是我觉得那事情也是让我们是一个很好反思的机会，
就是可能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粉丝业或是这个公司，定位不明，定位不明，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啊，只是粉丝成立的东西啊，或是可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成立公司，就是正式的成立公司来，其实也是让别人看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到底在做什么，也是确立我们三个，我们能够确立接下来路要怎么走。我觉得那是很大的转捩点，虽然说当时也是难过啦，但是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有难过到说想不做了吗？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反而是越挫越勇。我们反而就是自己去买票，然后每天就是他有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是小巨蛋爆满，是，然后大家都是很早去排队，我们就去排队，然后用跑的进去抢那个第一排的位置。全场记者看你们，就是你们三位最认真，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喽。我们就是抢，每天都是最早去排队，然后抢占景观第一排，这样子坐在最前面，可以拍就是拍照，还是可以为他们抢最好的位置，对，留下一些什么这样。那你们创业到现在哦，这个最大的成就感又是什么？有吗？觉得最大的成就感还是来自球员跟球迷的鼓励，鼓励，对。嗯，他们的鼓励就常常关心我们说啊会不会活不下去啊，或者是说哎最近商品卖得好吗，或者有什么活动，他们都会很支持我们，就是力挺我们这样。是，他让这种就是很暖心，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看到球就是比赛有更多人进场，也会让我们想要继续做下去。这也是你们的使命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也办了一个为女生发声的一个活动哦。嗯，这谁可以讲一下？对，那个活动就叫做运动女生，运动女生，然后声是声音的声，就是它是英文就是叫做 her voice。哦，就跟我们刚刚看的 VCR 啦。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平常可能都是我们去采访这些球员，我们去跑这些赛事，都是透过可能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的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来呈现。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就是让如果能够让球员，就是他自己跟球迷面对面去分享他自己的故事的话，就是那个会更有渲染力，然后球迷也可以更认识这个球员。对，所以我们就到现在办了三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邀请了三个不同的球员来，然后跟大家就是分享他自己打篮球以来的心路历程。对，然后这些球员就是可能平常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然后很像就是要演讲一样，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每个人来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然后写满了小抄啊，然后就是心有所感。对，然后对，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啊，胃痛啊，可是就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之后，就是他们都球员都是跟球迷掏心掏肺啊，然后就是分享自己可能一路的辛苦，因为我们平常看他们在场上这样子打，可能觉得做一个球员好像蛮单纯的，就是练习比赛，但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知道球员他可能经历过一些什么，然后他的挫折是什么，然后透过球员自己来讲，然后球迷也更能够感同身受。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啊，那有没有像一些比较主流的媒体会去影响到你们，或者是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遭受到什么样不平等的待遇？其实不平等待遇比较少，如果有邀请我们去的话，大概大家会一视同仁，是就是大家都是媒体的身份。嗯，对。但是如果可能是第一次接触的人，他可能会不太了解我们的属性是什么，可能会就是像刚刚讲，以为我们是就是可能学生啊，尤其是我们就是实习生，看起来都这么小，又很嫩这样。大家对，可能一开始会不太熟悉吧。所以经营到现在呢，你觉得这个过程，你现在是有点甘之如饴的感觉了吗？有没有在回甘了，还是说还在奋斗中？我觉得啦，还在奋斗中，还需要，可能要更多元的经营，或者是我们还想要做的更多，就是我们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多，就是女篮的，比如说WSBO 好了，觉得它还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做，是我们愿意做、想去做，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机会去做的事情，比如说行销啦。比如说他们的影片啦，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觉得还要再努力。
是，嗯，哇，我们看到三位哦，这个 Double Pound 的女子篮球志的三位的采访记者，也是共同创办人，他们对女篮做的事情呢，非常的动人。那待会我们下一段回来呢，他们要各自的聊一下他们的运动生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亲爱的22岁的君啊，你现在刚从大学毕业，应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过，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因为自己选择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没有去上班，没有去考公务员，没有去做一般人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紧张害怕。要相信自己，选择一个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然后就尽管去做。你能得到的一定比想象的更多，相信我，这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你要相信自己。欢迎回到鲁蛇玩很大，我是玉成。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ound 的女子篮球志的三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我们的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 Roy。 我们刚刚讲到了运动生涯，三位看起来感觉都是运动阳光女孩。因为我哥是体育班的，然后我就很想要加入体育班，所以我就可是，但是因为我跑得很慢，所以没有选上。但是我跟我妈，我就极力的说，我一定要参加体育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去争取，然后我就参加体育班了。可是后来呢，国高中我就没有再打球，也没有再，就是没有参加校队啦。后来大学的时候又自投罗网跑去，就说我要打校队，然后我就自己跑去校队练球了。是是是，哇，这好玩吗？就是你自己现在没有当篮球队，你自己觉得甘愿吗？哦，甘愿啊。现在赚钱比较重要，各有所长。真的？那你呢，绿地？你本身？我小时候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被绑架，对，然后可是他就是有。学跆拳道，然后他就是自己靠跆拳道的功夫，然后挣脱那个。你看，你们家很有钱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怕被绑架？没有没有，我是看到说他学了跆拳道，然后他就是挣脱了那个歹徒，然后就逃走。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那时候刚好学校就是有那种社团，课后的社团，然后有跆拳道社，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参加，大概小二小三的时候就去参加。那其实我。打跆拳道还打了蛮长的时间，打到一直到国中毕业。对，然后其实以前就是，算是有被当成选手在栽培。哎呀，对，就是假日的时候都要去，就是练训练，然后就是训练时间都蛮长，然后也蛮辛苦的。就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就是其实那个负担也蛮重的。就是，可是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觉得就是很辛苦，但就觉得。为什么要断呢？撑过去就好啦。对，可是后来就是觉得说，因为后来国中之后要升高中，就会有面临到升要不要升学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其他的同学的话，就是如果有练跆拳道，大部分可能就是会去念体育班，然后就是去当选手。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对读书也蛮有兴趣的，就是对，就是其实也蛮喜欢读书，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想要。就是一直这样子当选手，你觉得浪费时间哦？就是老实讲，就是也觉得比较喜欢读书啦，我比较喜欢讀書，就比较没有想要说就是一直训练，对，so this， 对，所以后来就到国中就结束了。哦，这样子，好，来，肉姨呢？我其实比较晚开始做运动，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我就吉他社跟篮球社，我选了吉他社这样。这跟运对不是？对，我们谈的是运动，还没讲完嘛。那我那时候一直偷偷跑去篮球社玩，然后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对篮球很不好意思，很愧疚。就我明明就很喜欢，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却没有付出时间在上面，所以大学的时候就直接跑去参加校队了。然后呢？然后有打到什么成绩吗？就觉得我就是尽了我对篮球的热爱，而且更喜欢它。得分还是扯分？我学得很快。好了，我们乖乖采访了，好不好？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是爱篮球嘛，对不对？也是做了相同的事情，只是一个在第一线，我们是在背后来 push 他们，对不对？很重要哈。来，我们现在国内的女篮的这个
收视人口一直不是很多，观众也不大捧场，那市场有限，所以我刚刚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只 follow 女篮的话，哎，你行李被安怎走啊？那版图够大吗？的确是，蛮困难的，在就是持续的经营方面，可能收入来源会比较少。对对，相对于就是其他什么运动都做的媒体，我们就只有女篮这个管道。但是我们就是像刚刚说，我们觉得还很多潜能未开发，女篮的潜能。其实它还有，其实它有一些商业价值是需要被培养的。你真的要这样子培吗？你有没有办法想说，哎，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子一直跟着女篮队，那到时候我真的副成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还是继续来支持女篮吗？我再问你。我们还是会继续支持女篮，可是我们有，其实我们也有想，就是刚做全部都是女性运动的平台，就像美国有个 ESPNW。就专门只做女性运动，對對對，因为除了女篮，就基本上我们就是热爱运动的人，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讲女生运动员被看见，所以不止女篮，我们以后也会想要就是从各个项目的我们都会想要去做。到底是不是一股热血哦？我想要问问你们的家人呢，家人怎么看？来，我妈妈、我爸爸妈妈、我家人都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回家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被问到工作怎么样啦什么的，可能也不会想要讲太多，但是我发现我家人都蛮 follow 我们粉丝页。那你有跟家里人掉头寸过吗？没有。哦，难怪支持啊，对不对？没有，我们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做。真的全部都自己来？对。那个嘞，那个丽丽，其实我家人也都是蛮支持，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但是到现在就会变成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每次出什么商品，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先买，对，先拿几件回家。你就是变相勒俗。我没有，我都没有推销，他们都是主动说，而且他们还会主动会说啊，你们接下来要出什么啊，现在冬天要到了，衣服怎么还没有出来，这样。妈妈好棒哦。那你呢，周怡？我爸妈其实也是不会反对我做这件事情，但他们就是爸爸比较担心，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类型，对，就是很稳定啊。想要你接吗？不是，他是在外面工作，但比较稳定，那他也是会希望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其实可能书读的不差，他就会希望说，像台湾一般传统的观念就是希望说，你去考个公务员嘛，这样子有一个铁饭碗这样，对，但他基本上不会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是。对啊，家里人的支持哦，让你们能够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呢，能够这个有力的肩膀在后面呢，也来支持你们。那你们三个就负责支持我们的台湾女子的体坛，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球迷做的卡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自己收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喜，然后很感动，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可能都是在场下然后报道采访，然后平常都看到哇球员都收到很多就是球迷送的礼物啊，然后都很精心制作，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我们就收到就是球迷就是拿来给我们，然后就是跟我们说谢谢辛苦，然后就是做了一张就是很精致的卡片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很感动，然后就觉得说，哎，真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好像真的就是球迷也有看到，就是有人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肯定，很支持，很认同我们。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的女子篮球志的三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 Zoe。我想问 Gina， 就是我非常的敬佩你们。为这个女子在篮坛上来做的一些你们在背后的 support 的一些事情，那这样真的能赚到钱吗？我的意思是，这个版图在你们认为目前就仅止于在女子篮球的这个部分，你未来你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如果没有你想到的预期的这种结果，你怎么办？我们的确
有担心过这件事情。这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女生篮球没人要看，就是做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会赚到大钱啊，或者是很难生存下去。可是我们是觉得说要走一步算一步，算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样子。嗯，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能够达到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别人说很难做，然后你们不要做，我们就不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还是会再努力一下，再继续下去。你们还是选择愿意帮这些球员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历史给后世的人能够看到，对，对不对？嗯，我们来聊聊，其实你们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 WSBL 这个部分，对不对？跟我们聊一下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WSBL 现在就是有四支球队，有四支，对，嗯，也只有四支球队。 对，WSBL 这个联盟其实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可能中间有，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行销的团队啊，或者是转播也比较少，相对男篮有电视转播啊，女篮就没有，所以，但是，佛光杯有啊，佛光杯有，真的超棒，对不对？好，来继续。所以就是，可是，就像刚刚讲，它是一个最高等级的比赛嘛，嗯，其实它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就自主的去帮他们宣传，像这个的战报。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就四队的图样，然后后面翻过来是他们各四队的介绍啊，重点球员的战报，或是我们会帮他们拍季前的宣传影片，然后帮他们出一些海报啦之类的，其实有点像是行销公司在做的事情，不过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做。所以是没有收入的吗？我的意思哈，你们也是做义工哦，就是去帮他们 support 事情，然后做公关，然后采访这些，你去帮他们做是没有任何收入哦。我觉得其实对女篮做，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力挺台湾女篮这样。那对我们来讲，把女篮的市场做得越好越大，那对于我们未来可能可以营运下去的机会会越高。哇，所以你们就是校长兼敲钟来做打理这一切呢，哈。对，对对，有点，就是可能外面就大家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傻。就有点冲，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就是对的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女子篮球志，一般人可能看到光字面会以为你们是一本书，但其实你们是就是你讲的是一个平台。对，我们一开始就是从脸书的粉丝专页开始创立，对对对，然后对，就是现在之后也有网站啊，就很多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媒体平台。是，对，然后就是越做久之后，然后也累积了就是不少的一些粉丝人数。那这个平台它已经变成不单单只是一个平台，其实它这个平台上面它其实承载了就是不只是我们提供的资讯，它也承载了球迷的期望，还有球员的期望。其实它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东西，就是肩上也是感觉就是背负一种使命，就是为了球迷的期待，然后为了球员的努力，然后去做去经营。对，那周瑜呢，其实你们都很正面在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会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觉得是一件对的事情。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做的这四年以来，我们看得见女篮的成长。这样，尤其是像就是前两季2017、2018的时候，就是到季后赛几乎都是满场的状态，可能是大家一般对于女篮的刻板印象说没有人看，是外面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只要亲自走进来就会发现其实女篮很多人看，而且你就是看了一次之后你就会再回来看很多很多次这样，然后受到像这样子的鼓舞，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女篮有帮助，而且是就正确的，这样就会想要继续做下去。那未来呢，未来我们在这个布局的部分你有想过吗？未来版图可能要怎么样的扩张，或者是目前先这样子，或者是还是你未来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即将要发生？未来我们就想要做各个运动项目的媒体平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专注于还是专注于女性运动员，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拓展到排球啦、足球啦、跟垒球啦，因为其实女性运动员在台湾来说不论什么项目可能除了有得牌
或是特别关注的项目，其他的项目的运动员都相对比较弱势，嗯，就是可能曝光比较少啊，赞助比较少，但是我们就像秉持了我们一开始为女篮做事的那种初衷，就是想要让他们被看见，所以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平台扩大，嗯，让更多人知道各个女性运动员的故事，嗯嗯，哇，真的，台湾女性运动的权益还有他们未来的发展，其实就要靠三位了。也感谢你们对台湾的这个女篮界做了这么大的奉献哦，感谢三位来，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